家好，现在请为大家来一场《三国之二》下环复仇版。现在张飞捡到一把七星剑啊，这把七星剑效果是非常厉害。你看这个闪光，闪着光的七星剑，伤害非常高啊，砍这些敌人还行，砍那种大个子的敌人伤害非常高。现在去砍去，好，再砍。好，继续砍，非常漂亮。哎呀，砍这个，看这种小的，这种瘦的人呢，这个剑，应该砍那种赵氏兄弟应该还可以，这个应该伤很高呀。但是砍这个还行，比这个用拳打的还是快得多，直接砍上两级，夏侯接天那种出场。好，依然拿着这个剑去砍。哎，这个小怪死，小 boss 也在捣乱。夏侯杰要挂了啊！再来一剑，你看，还是很给力的吧？砍这个大怪，不要了，七星剑，不要了，真是那真的很浪费啊！七星剑不要了，再来一个爆摔，直接加三重拳。过去，好，直接摔死，非常狠。现在再继续看吕布，哎呀，吕布也是，哎，变成虚晃啊，吕布和虚晃一起出场。看来他三个 boss， 三个 boss 一起出来，看张飞如何应对。然后直接把虚晃打下马，他也不自己上马，打下马就不上了。再三通拳，把他们集中在一个点上狂揍，再次揍起来。哎，再来一个，哎，摔一下直接空气上接三通拳，这是非常帅的操作，这个玩家非常喜欢这样操作。再次进行三连拳，非常漂亮。哎，再来一个雪杀啊，这次躲开了。现在继续，好，再攻击一下，应该跟他硬碰硬啊，因为他们三个了。哎呀，差一点啊，如果不使用雪杀就被赚死了。这边使用的非常及时，但是这一命很难突破，感觉挂在这里，因为没血了，也只剩这一命了，差一点啊，抓一下，看张飞能否撑过去。如果能撑过去，那是真高手。现在每一招都是惊险的一招啊，只剩这一点血。哎呀，这样过关了，太惊险了，这关过的。